伯父金针菇，诈骗提醒别疏忽。接到线报，反诈培训班里的成员有两名是诈骗犯。什么？希望你们给他揪出来。啊！别动，别动！这啥呀？枪枪击，老不正经。猜不出来，我给你磕小头啊！离开家族。各位，要不要玩两把？这么幼稚的小游戏，你说能骗到钱吗？我要五个。砸！哇！两名诈骗分子是知道几号箱子有水的。如果坐下来有水的话，你嫌疑太大，好可怕呀！如果我这有水，婷婷不是卧底。王牌对王牌，今晚黄金档。